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杜啊。今天下午我们在阳台这边是围炉煮茶，突然想到就是说可以利用这个炭火来一个煲仔饭，然后找遍全家都没有用长条米。我查了一下，那个圆粒米不太适合嘛，那就明天再说。但是这个炭不能浪费啊，我们马上准备做一个打边炉。你看我这个炭多好啊，不要浪费。先把水给烧开了，冷水啊，应该可以吧？打边炉的食材，自己家种的青菜，然后香肠。13号直播会上的一个香肠，我再去准备牛肉卷。再来准备一盘牛肉卷，牛肉丸一盘，拿到阳台去。哇，这个火真好，这个火真是不错。还是很丰盛的。我发现我们在家里吃火锅不用去买食材的，家里冰箱搜罗一下都能搜罗一顿出来、啊、冰箱里东西够多。晚上我们吃这个螺蛳粉口味的锅底啊，哇，很看小条料掉进去，没事，我说也可以。就是我刚刚看了一个就是关于做煲仔饭的一个视频，一个教程嘛，他这个抖音啊80多万点赞，然后我大概翻了几十个评论，大概估计有一半啊就是根据他那个方法去试，砂锅废了，砂锅裂了裂了。就是他那个意思，那个博主就是他在热锅的时候就是倒入那个冷的那些汤汁啊什么的就会裂，全部都先倒进去。你看我后面氛围感，哎哟，灯也亮了。嗯，今天咋回事啊，这不约会吗？这不是阳台约会、啊、看看还街景还有些没，你给我看海景就行了，我不需要看街景。海景都看腻了，海景有什么好看，哪有街景好看，或者湖景，哪有车水马龙好看？哇，开了开了，我下点东西进去了。呦呦呦，下点牛肉。我们这个砂锅还挺大的，正适合两三个人用啊。两个人正好吧？应该买点生蚝的。对啊。然后花椒鸡这种做打边炉。是。但咱不是打了个半边炉吗？我都用你都用螺丝锅，螺丝粉的锅底了。螺丝粉的锅底也跟那边有点接近呀。那一个广西，一个广东。对，都两广嘛，两广他们跟一家亲啊。嗯、香肠也放一点，是有点咸，你没放好吧？我都要好好放一下。香肠放一点。烫吗？有这么烫吗？很烫。好，算了算了，别弄了。这样不是平了吗？斜着就斜着。平了。嗯，烫伤了。你真的是细皮的娘们，真的是。菜放一点。等一下，等肉吃了你再放汤。就等着吃了。哎，我这烤红薯中午就烤好了。这样也有户外的感觉，就是想方设法的搞户外嘛，一样。嗯。虽然让我搬了那些露营装备出去，我太累了。嗯。不知道以后我们小孩子，有人会不会去露营啊？会，现在很多带着小孩子去公园的。但我有点怕，东西太多了。你就小弄嘛，不要像你之前一样搬家的。我觉得我们那个12平的帐篷应该是没用了。再也不会用到它了。下次朋友聚会可能用到它，让朋友搬。自己是搬不动了。朋友聚会的话，其实空间很大，然后小朋友、大朋友在一起。嗯。欣赏欣赏车景。因为那可能是生意还蛮好。他照的比较好看。哎，这是关门了吗？昨天也这样子，好像没人啊。对啊，灯都是暗的，你看。对，这家确实蛮难吃的。不好吃。就是我们前面这个商场开门的时候，我们第一餐就去吃那个，我真的是从来没吃过这么难吃的火锅。他那个牛肉是这样的，煮好了，他一块一块的煮好了，然后刀叉切着吃。我第一次遇到吃火锅这样子的，而且我们是几个人去吃，都觉得一致的不好吃。你把打开了，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吃了。那我们拿掉了。这是我的吗？谢谢。啊、要把门关起来，这样子臭味不会到里面去了。不会到家里去。嗯，好吃。炭火火锅，对不起。对，这个炭火火锅，什么条件在家里吃炭火火锅？你下次买个肉骨头、牛骨头，高压锅炖熟了之后再放这里，嗯，再弄，然后骨头先把它吃完之后不就有汤吗？再涮。那这个锅是不是太小了一点？对，那这个锅。还蛮辣的，你吃到了吗？挺辣的这个还。嗯。你锅有点汤。因为我听人家说，有研究表明啊，嗯、如果孕妇吃的重口味的东西啊，嗯，就能吃啊，但是啊，羊水里会味道会比较重。那是不是小孩子出生从小就是口味重的？你到时候生个螺蛳粉味的宝宝？广西仔。嗯。广西靓仔，广西小宝哥，广西小表妹。你说这个面到时候给你接生的医生，嗯，怎么出来一个螺蛳粉味的宝宝？嗯，那也不至于吃这么多。面筋可以吃吗？还再煮煮，再煮煮，因为你要煮十分钟。我们这种就是那种精华的土香肠了，应该很多浙江地区的人应该都比较熟，不是像那种广式的，广式有一点点偏甜嘛，也不是像那种就是川味的那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自成一派，这个口味就是。对，因为我们浙江反正从小吃腊肠，应该就是吃这种口味的。对。它这个腊肠是需要放在冰箱里面的，不像我们在超市里买的那种腊肠。哦，对对，这个就是常温放的那种、嗯，因为它里面添加了那个什么？亚松生源。对。所以这个发货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如果是比如说我要长期发货，就是必须要在仓库里面有一个冷库，那成本就太高了嘛。所以我只能说就是一批一批来，一批一批就是比如卖出多少，然后我去进华运营一批，然后发走。发货的时候它是不需要冷链的。嗯。就正常发就好了，包括它那个真空袋，就算是就是漏气了也不要紧。就是你要长期存放的话，建议还是放在那个冰箱里面，冷藏是可以放2个月，冷冻的话应该能放个半年没问题。我估计今年可能也就卖一次。所以我们13号直播的时候试一下，看卖出多少单。就是反正一批批来嘛。今年估计可能就一次。刚刚我们在这里一边吃一边直播，直播了大概50分钟，正正好。然后锅也吃完了，现在准备要去开个会。火锅也吃完了，对，火还有一点，哇，这个火还不错啊，你看挺耐烧的哦，对，也蛮便宜，3-4块钱一斤。你看不好吃的肥，那个牛肉丸就是会剩下来。对，牛肉这些都吃完了。牛肉丸这个东西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就是我在网上买的50块钱一斤的，为什么这种地方会有人费无人价？就是我在网上买的50块钱一斤的和这种20-30块钱一斤的完全不一样口感。这种地方为什么会有人飞无人机啊？你管他呢，你把打下来问一下。你无人机飞上去，你跟他交流一下。啊，他拍到我们这栋楼上了。好了，开完会了，我看一下这次开会开了多少时间。9点钟开始，10点半。哦，这次开了1个半小时，算比较快的了。嗯。然后前面你看，一边开会，一边把这些东西都给整理好了。保温原先是这样包装的，然后把它拆开来，前面会检查一下。我会检查一下的，有些瑕疵，你看有些小瑕疵的，我把它挑出来，挑出来的，嗯，这样子，然后再会擦一下，稍微擦一下，嗯，然后再另外包装到那个黑色的礼盒里面。哎呦，还好我用这个靠垫，你看我的腰这么废了，做了1个多小时。这靠垫，象山的还是宁海的？他们老板是，挺好的，挺舒服的这个。嗯，就东西有点小贵。它这个靠垫跟我那个坐垫啊，嗯、其实。我本来以为是同一个材质啊，但是不一样。我那个坐垫到冬天它就硬，它这个靠垫啊就不会硬，材质还是不一样，很软，回弹也很好。这个靠垫是跟你车里现在用的那个同一个牌子的，材质也是一样的，是他们之前想让我卖的，就是寄给我的样品，但我感觉价格有点高。太高，这个放在办公室里挺好的。怎么就是这个价格是自己用可以？但是我觉得如果要到全网去再卖的话，就是人家会觉得你一个靠垫你凭什么卖几十块钱这样的。但是它的材质确实不一样，材质是很舒服的。我那个就是夏天的话用的还可以啊，冬天硬的跟冬天硬，
时间长坐着呢稍微好软一点，但是它这个冬天还是很软，回弹性很好。晚上之前把它都装好是吧？对，装好之后放哪里？嗯？装好之后放哪里？那只能放在桌子上呀。杯刷，那就放吧，我们。嗯，然后再处理一些垃圾。这个垃圾之后，我就要打扫卫生了。嗯。刚刚两个小时的成果弄好了，明天把它打包好，因为晚上打包太吵了。然后这些是换下来的这些纸壳，把它处理了。我跟你说，阿姨看到这个要笑死了，真的是。对。真的笑死了。昨天晚上很晚去扔了，先去扔了一箱。然后再去扔第二箱的时候，已经转眼就没了。而且是昨天晚上凌晨，不知道被谁捡走了。